家好，我是保罗，与您分享美食、旅游、信仰。Let's go。本期分享香煎羊排。先将葱切成长段，码入盘中。柠檬半个，切成四瓣，放入盘中。洋葱一个，切成丝。将锅烧热，加入油，将羊排约900克放入锅中，煎约3分钟，翻过来再煎3分钟，加入洋葱，淋上柠檬汁，然后侧面都煎一下，出锅装盘，挤上蛋黄酱，飘香四溢的羊排就煎好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。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。